2015年10月26日，我离开双湖去往尼玛，因为车子问题和种种原因，我从双湖搭车到了挫折罗马镇。挫折罗马是尼玛县下辖的一个乡镇，位于尼玛和双湖之间。由于占北地广人稀，县城往往看起来像个内地的乡镇，而这边的乡镇有时还没内地的一个村大。挫折罗马给人的感觉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因为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两旁，还是能看到不少超市、茶馆和旅馆。这里向南紧挨着 S301 阿里大北线。因为我几天前从班戈出来走的阿里大北线是柏油路，想当然的我以为前面马上就要上柏油路了，结果是刚出乡镇我就呵呵了。没错，地图显示这条就是301省道。我记得在双湖岔路口那里分开的时候，它还是柏油路，然后到了这边又变土路了，那就是还没修好，太悲催了。我跑这边来就是为了想骑柏油路的，结果这边不是柏油路，想多了。那明天还要早点起来才能赶到尼玛县。因为现在这里离他们还有70公里，全是这种搓板路。什么叫啊？是原始你们的吗？拉萨那边，这边尼玛，哦呀，不行，拉萨过来，拉萨尼玛去。和这个小男孩基本没法用汉语交流，估计是没有上学。这也是占北很多牧民孩子的教育现状，因为放牧点分散，大部分牧民都离学校很远，然后可能家里又需要人手照看，甚至他们会觉得上学并没有什么卵用。于是便导致了藏北地区很多孩子没有受过教育，或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的现状。眼看太阳还未落山，而我又计划明天就要赶到尼玛，所以并没有在此选择停留借宿。既然这边已经有放牧点，那么前面肯定也还会有牧民的房子。骑行在这空无一人的搓衣板路上，寒风微凉，夕阳温暖。当视野里不再看到其他人工痕迹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融入进了这片浩渺的莽原。太阳落得太快了，上面月亮都已经亮起来了，说天黑马上就天黑了。不过今天已经回到这个301省道上了，旁边那个牧民的房子不少。今天不是在野外露营，我等下往前走一点，看一下月亮，今天月亮好漂亮。Thank you.
晚霞，美得可怕呀。这围房子，然后那边有栋房子，这啊，我要不去那吧，明天早点起来。这里到尼玛县城可能还有50-60公里，明天早点起来赶到尼玛县城，就不往再前赶了，赶夜路太痛苦了，也赶不了多少。今天可怕呀，今天的月亮太漂亮了。离那房子还有几百米距离，这里条河道，然后过河道的时候车子翻了，看这倒得多么抽象，直接把后轮给立，前轮给立起来了，正好对着轮明月，太有诗意了，倒的。哇塞，到这里有人家。哎，这是对。你好，我是那个骑自行车的。Dangle， 这。可以在你这里睡一晚吗 ？Dangle。嗯。尼玛去，哦，尼玛去。这家牧民没有一个人会说汉语，而且由于离公路远，几乎没有外人进来过这里。仔细观察他们刚才见到我的第一反应，你能看到女主人当时一脸惊愕，并条件反射似的把自己的孩子揽在怀里，可见平时是鲜有外人涉足的。我跟他们连说带比划讲了一大堆，并指着旁边的杂物间表示只要给我一个避风的地方扎营就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，男主人用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，并示意我接听，听筒那边竟传来了说普通话的男子声音，原来是他们所在村的驻村干部。我这才明白这家主人的疑虑，赶紧叫驻村干部充当翻译，表达了我的身份和来意。一开始驻村干部还准备开车过来，说带我去乡上住，我去，该不会要把我拉回挫折罗马乡吧。好在最后经过驻村干部的一番电话解说，这一家子人才放心地留下了我。我主动示好，给了他们小孩子一把糖和一些饼干，然后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要特意招待我，男主人开始煮起了牦牛肉。牦牛肉，嗯，刀，吃吃。一般草原民族吃肉的习惯都是相当豪放简单的，藏北这边的牧民也不例外。他们把完整的牦牛肉切大块放锅里煮，再撒点盐，煮熟后就上手拿刀直接切着吃了。我相信好多内地过来的同学是绝对下不了嘴的，但好歹我在行将第一季的新疆就领教过这种方式了，毕竟我可是一个向贝爷看齐的男人。嗯，你吃，对对，先去把这个吃完。得益于昨晚驻村干部的电话沟通，这户牧民对我从一开始的戒备紧张变成了后面的热情招待。他们昨晚并没有让我在旁边的杂物间扎营，而是在房间里特意腾出了一张床让我睡，这让我非常感动。往往越是人烟稀少的地方，越会散发出人性光芒，最重要的是这种光芒毫无修饰，它来自于人类最原始本能的人性，那是你在现在的都市丛林中很难找到的东西。与我这个过客来讲，这些微妙的变化实在是太让人动容。你看，一旦消除隔阂，你得到的往往是前所未有的热情。哦，
哦呀，太出来了。好多羊。Breakfast， 早餐。脏吧，脏吧。早上，主人家用最传统的藏族早餐糌粑和酥油茶招待了我。糌粑不仅含热量高，而且方便携带食用，在藏区是非常理想的干粮和食物。再倒上一碗酥油茶，这便是藏北牧区最平常的一顿早餐。为了表达对主人的谢意，我给他们留了一张写满字的明信片。他们虽然看不懂，但从那脸上的笑容能察觉到他们内心的温暖与喜悦。因为我今天就能到尼玛县城了，所以除了留给自己的一些压缩干粮当午餐外，我又把剩下的其他零食都给了他们，希望他们能感受到我这个陌生过客的友好与感谢。行了，我要走了，去尼玛去。太谢谢你了，谢谢你。走了，小朋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拜拜，好，谢谢你啊，走了，走了。看来昨天我偏离这个路偏得挺远的，为了找个避风的地方，以为那里没人，然后是一个藏牧民的房子，一开始对我挺担心的，打了几个电话给他们那个驻村干部，然后因为他们不会说普通话，然后打那个电话跟我交流，然后才在他们那里住了一晚，借宿一晚。我还是挺热心的，真的非常感谢。这种车都是中石油的寻宝车，在这边到处找石油。那边已经过去好几辆了，今天看到好多辆，都穿着中石油的那个红色的工作服里面的人。这工作真是不轻松啊！中石油到处找石油，去年在新疆、南疆、北疆都有看到。油田，现在是羌塘这边也进军了，哪里都有他们的身影。我现在右手边就是达哲措，这可能是我。哦，忽然在起了，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深蓝色的湖，太蓝了，可不是太蓝，是蓝的发黑发紫，大蓝大紫。然后我是从湖的那边骑过来的，要沿着这个湖岸线一直骑到前边去，那边离开湖大概10-20公里，就是尼玛县了，然后就可以到尼玛了。今天。啊，到了下午风就变大了。
那里有只黑色的流浪狗，我喂它压缩饼干也不吃。我靠，老子都只能吃压缩饼干了。太苦逼了，这生活过的。这一路流浪狗太多了，你要想拯救救不过来的，真是太多了。这边脏狗，你说他为什么不再往前走个，就差20公里就到县城了？你往县城混口饭吃也更容易啊。大哥都说这个季节来太晚了，但是终于到尼玛了，太阳啊，不，尼玛落山后到了尼玛。今天太阳不。今天的尼玛不，今天的月亮，这尼玛又圆又大，我都还没舍得进去，想在这里拍月亮，但是这里没有什么好的前景，拍出来没效果，还不如人家那个长焦直接打过去，要有个前景就好了，没前景就没法拍，但是相当的大圆，让人失香了。事实上，在扫完月亮的地方，车子就已经骑不了了。我是一路推车进县城找地方住宿的。好在尼玛县城不大，我很快找到一家还算可以的旅店。尼玛在藏语里是太阳的意思，它也是那曲西部五县中面积最大的县，但这边人烟稀少，可以看出来旅馆住宿的人并不是很多。我决定今晚先安顿下来，明天再想办法修自行车。哎呀，今晚睡个床，我去，等一下拿老板娘的电脑转下数据。现在可以盖上了，盖，这太麻烦你们了，别墅，麻烦你，好，行，谢谢。借老板的微粒子面吃，这个消费太高了。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在旅馆里煮挂面，也不去外面找饭馆。如果你还记得一个多礼拜前在班哥县城的情景的话，不用我提醒你都能想象得到这边的物价该有多贵了。早餐的时候依然借老板的炉子煮了个面，然后又借他们的电脑把拍摄的视频素材转存到移动硬盘里。按照计划，我今天该动身往当惹雍措方向去，然而该死的车子已经接近报废，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这里不可能有单车维修店。我决定上街找摩托车维修行碰碰运气，修理一下勉强能骑也是好的。今天在尼玛真是吃尼玛坐尼玛走尼玛，尼玛消费真的他妈尼玛贵呀、啊！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歧视的意思，就是吐槽一下，确实这边因为偏离拉萨比较远，
跟班哥消费一个价，我都不敢在这边吃饭，一个贵还不说，吃不饱啊。然后今天在招待所里，昨晚煮了个面，然后今天又在那里煮了个泡面，然后又借他电脑转了下数据，真是太感谢那个老板娘了。老板是来自河北邯郸的，非常热情。然后这车子今天也是看一下，正撞、反撞、正撞、反撞、正撞、反撞。如丝般顺滑，根本就卡机已经没用了，我得去修一下。然后那边有个摩托车修理部，去看一下。事实上，跑摩托车行去修自行车，顶多能治些小毛病。像我这种问题，除了更换零件外，实在是有点无解，那就勉强调修了。我问老板借了工具，将车子的飞轮卸下，可以看到塔基已经磨损得相当严重了。然后我又将塔基上面的油污、灰尘等混合物刮掉，再掏钱买了瓶摩托车清洗剂，对着里面使劲喷，最后用摩托车机油倒进去充当黄油润滑。这样搞完后，飞轮虽然还是会横向有一毫米左右的晃动，不过至少不会如丝般顺滑空转了。现在不是火，现在是不是死飞了？对，现在也不是完全的活飞了，可以正常用，希望能坚持到后面吧。今天到文部山有80公里，今天肯定骑不到的，骑一半吧。然后明天到文部山，后天到文部南村，尽快赶到拖勤。越骑越崩溃啊！啊，找了我好久，终于找到这个去文部的路了。它是在出县城出去一点，然后又要拐一个弯，然后这走回头路，往回头方向这样拐上去，那里上来的县城是在这边。拐上去了，要上一个大坡，这个路简直是不好走啊！而且我都没问一个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匡路。想了解行将的幕后故事，还有更多骑行拍摄计划吗？快打开微信，扫一扫屏幕右方的二维码，还能关注我的更多最新动态哦。